Hello, Ramona. 我们人现在呢，就在北海道，全部冻在车上。哈！哇，教练真贴心嘞！哇，宿舍很好。嗨各位，哇，我们在下雪。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往好装备到机油哦。哇，好闪哦！大家早啊！一下子我们就来到了日本，我现在在日本哦。哇，天哪，好晒！不知道抓哪一个 angle 才是好啊，现在已经太冷了。没有错嘞，我们人现在呢就在北海道，而且现在呢是负九度哦，很狂吧？我现在身上只穿了一个发热衣跟一个 hoodie 吧，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从飞机 all the way 直接下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吃午餐，然后呢这个 trip 为什么会这样突然？有没有很突然啊？我们应该有 plan 了一个月，主要这次呢来日本呢是来庆祝 Dixon 的生日。我们已经讲很久要一起来日本啊，所以终于有一个机会时机来到北海道，而且现在在下雪哦，看不到的那种，就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下雪。这次一起来日本的朋友们呢，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一群人，除了蔡长永，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跟他们出国，等下再跟你们介绍一下有谁哈。然后呢，据说这个吃午餐的地方是一个寿司店，这寿司店呢，据说平常要排两到三个小时，今天我们等一下只要排一个小时，我们朋友全部冻在车上，太冷了，不要要了，不要排我吧。当然有 Steffi， 有 Tom， 有 Alan， 这个不要介绍，这个是要打马赛克的人。哎，同男友，还有两位嘞，不知道进去里面的他们，还有 Dixon 跟 Jolina， 就是这样，总共有四对 couple。有看到眼吗？就是这一间店，很可爱哦。啊，现在都是雪，很开心。还有这两位呀，寿星公，大姐，你们看哦，这边的雪都超厚。哈，你看这么深。看那个雪应该很厚哦。3、2、1，雪，现在好冷啊！我嗨，终于到我们吃了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半，旋转寿司。这是什么？鱼白白子。为什么大家好像很期待它这样？他们叫我吃，要生鱼啊，感觉怪怪的，有味道的中餐。什么？我在北海道第一餐第一口就是鱼的精子。哇，对，好新鲜，好好吃。哇，好吃啊。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没有翻那么小个，鱼那么大条。请问你们那边还好吗？吃得好吗？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哎，好新鲜哎！排一个小时半吧。我还没有吃到最精华的。虽然讲这里是旋转寿司，但是啊，旋转寿司台上面没有寿司，现在用 iPad 点才有。真真真，这个冬季限定的，好像脑花。怎样？闻起来也是那种 cream 味的哦，是不是？你闻一下，一个味道了。你是带的？应该是雪板很多。嗯，蛋糕味一点吗？我要试一口。啊，就是你啊！哈OK， 应该是不好吃。很奇怪，什么来的啊？很熟悉又不懂是什么。番薯是吗？还是番茄？啊，汤面番茄这样子。啊，类似这样。我也是要总结。就这样喽。这个寿司店不值得排一个小时半。我觉得虽然东西是很新鲜，但是选择很少，没有那么丰富。注意，还好，变很滑哦。啊，怕嘞。啊。继
去吃早啦。找一下。打吵架，怕吵架。是。我讲不要吃这煎的啦，吃了整个小时都不好吃。我是不懂你哦。是啊，你写的我。是哎、欸、喂，快点。完了完了。是九零写的。是啦。哎呀，小红书啊。哎，踩雷踩雷。其实哈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冷啊，我才穿一件发热衣跟一个厚底而已耶，我穿两件衣吧现在。哇，镜子，我很想走。我得要拍照哦。我想要抬上去，你看。等等等。你当别人不会看日文啊？手很冷，手很冷。现在是暴风雪，大家看到吗？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我的眼睛，我真不可以不放。看嘴，看嘴，看嘴！不是，等一下。哇，下很大很大，哈哈，开心。超级暴风雪。到了我们的住宿了，大家现在才5:30哦，这个像晚上8:00，然后现在-13°哎，看到这个雪我就想做一件事情，到此一游哦，哇好闪哦，哇哇这么闪，好爽哦，刨冰，爱加刨冰买，你就说，你去搞笑。很开心啊，这个雪看起来就有高级感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 Yukiroro， 听讲这个是很著名的酒店，就是一晚要3000块马币的酒店。你这样打翻了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in， let's go。This is my passport， 我们的负责人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有3000块的感觉吗？这里感觉就是我们滑雪会在的地方。哇，不，你们看得到吗？这就是我们滑雪的地方。哈，我们看了几次会发现这通通的相机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Let's go, Let's go. Hello， 给我抓到了。Yes， 看我跟你是标。红男友讲什么嘛？他讲哦，哎呦，他们两个半斤八两。他讲哦，他讲，我看书生这样，我觉得你也不简单呢。我们都是不简单的男人。哎呀，难怪书生的相机有衣服。还好吗？还好。你是你帮我把我的大局摘出来一下。什么大局？然后我们俩。我们来选房间。那得要风才出来。OK OK OK。那我们 OK。OK， 我们跟 Steady。OK。OK， 分好。Let's go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我们知道最新消息是16000块，差一点点就打破了。1000，差一点点。男的猜拳或者是女的猜拳来决定那个法，然后我们第一局先男猜啊 ，Alan 你选 ，OK， 我们让女生来猜拳，然后女生猜拳，然后九零零秒，所以九零选了这些法，所以我们是输这边。哦，你问的很复杂哎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复杂吗？因为这一间这么大，当当当，然后另外一间哦小小哎，两个单人床，当当。两件而已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吃晚餐的地方了，我们就咖喱饭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它的饭很硬硬又黏黏，日本饭。Asian food 就是不一样，是咸咸哦，不辣。珍珠米，又是 chicken 炸鸡。天哪，我们叫了一个 hot pot 三人份的，感觉不错。Cheers。我不喜欢那种很呛的那种。我不喜欢。它是来麻辣，所以它的甜度差不多是那种。嗯 ，not bad。
炸的刚刚好。原本就是要吃卡拉的。我们现在送礼物去给 Dexon 耶，叮咚叮咚，我们找 Dexon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有什么事我们进里面讲啊？讲。Happy birthday to Dexon。哇！哇！好看好看。哟，很 gay 哦。我们看了。怎样？评价一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。评价一下，评价一下。还好啊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Hello， 我可以这样子要三秒，好不好？等下我先把它。什么？他几胖，我拍两下。真假？不好意思，小红书都看到。马上宣布揭晓。耶，谢谢谢谢。喂。看一下啦，都这么眼镜好看到底部没关系吗？不可以不可以。Morning， 今天大早上的一天，我们刚刚已经吃饱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正要去滑雪了。哇，这么刺眼！天，给你们看早上的风景，红色裤子的就是它鲜艳包，好冷。那很漂亮的空拍，哇！但是我整个人冻哦，我飞了很久。好美耶！我们都到楼边，我们在等谁啊？谁是谁？哎呀，不是跟我同一个房的吗？等谁啊？是我们无能为力啊，没办法感化他。我们彤姐下来啦，耶耶！哇，哦，没有下雪，刚早上有下，再一点点。Let's go， 看那个雪山，超漂亮。跟大伙们去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风一吹来哦，真的是没办法讲话。我们现在要坐那个车，缆车上去换装备。现在是负四度，不管是不是我越来越扛冷了。我现在只是穿一件发热衣，然后一个厚外套吧，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冷。耶，我们在车上，拜拜拜拜。哇，这里有小孩子一群，超可爱。天啊，他们太专业了吧！我们现在要去租雪服，因为我没有，所以我要租。害怕哎，因为上一次滑雪已经是四五年的时候啊，冷。一直要动啊！我现在来租雪服。How much？ 很贵吗？一个人700-800差不多。哇！我们地头蛇就是他们两个，一直在帮我们租这个租那个的。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跟去，不是我们自己去丢很多东西。好爽哦！因为每次我们出国都是我跟常勇啊去丢东西啊，去找人啊。我们两个今天很chill，这旅途我们知道是耍废的，躺平什么？躺平真的。要买一个 hot chocolate。再填个基本资料，我们终于租好了。我们两个人滑雪一整天，加租整套雪服1291，一个人大概650这样子。女生的衣服选择好少，又好丑哦，怎么办呢？我可以穿这个，哎，好看哎。我穿男生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滑雪了，然后影片有的拍就拍，没有的拍，大家应该都会拍。租的雪板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在用着手机。天哪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蔡常永不会理我的，他会自己玩。这时候我只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我声音变这样。我们滑雪有 Dexon 教练教我们怎么穿，他教会我滑哦。呀，一定会的。大家看，我们现在天气超好的哦，还有飘着小小的雪。先穿这个，对吗？对。有导板吗？没有。可以开。对 ，make sense 啊！教练，可以叫好我爸吗？可以，你先坐下面。哦，先坐下，不要讲话。教练很凶啊！对不起，教练。我们现在一群人在听课，这是老师。你要像我这样子，这个东西要像你。看好身后吗？现在的雪哦，其实超级无敌大。然后呢，今天的雪呢是有雪的形状啊，给你们看，看到吗？看这个雪的形状，看。雪超大的，他们全部在那个山坡上。Steffi 跟 Alan 在这里，然后我一直在这个平地练习，因为我一直学不了 break。哇，教练真贴心呢，一对一的指导，四三加油！啊 ，Ben， 对，OK， 你的脚要一点点起来啊，你要一点点这样子起来，他才 break。可以，快踢，对了，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对对。哎呦。对。再来前面，再来前面，你要去旁边了，斜坡。后脚压一点。对，你看啊，你是左脚上去前面嘛，所以你要 break 的时候，是不是你的右脚推来前面一点？这样推前一点。啊，没有，这里是挫败组合，我们因为太挫败啊，我们现在要集齐我们的体力，然后是啊，我们在奋斗。应该会更厉害。对。是我们没有吃饱，他手不要吃饭，不然脸会吐的，真的会没？会会，因为你撑上来之后，你会压到肚子。是啊，各位，我们这群人发愤图强啊，我们要再去挑战。对我们很棒，我们玩下面玩几次，我们就坐车上去。Let's go， 刚刚我们练习了几下，我们现在要坐车去到。山上啊，按照刚刚的练习，我应该是可以的。现在大伙们就要坐在那个缆车这样子上去。我们现在坐着车啊，耶！树上终于突破了，很累哦，讲真的。你第一次玩 snowboard 我就有这样一点厉害。对啊，看我们现在前面的。是的，看红色衣服嘛，你待会上那个这样，你就走下去了。哼，他是工作人员呐、啊，校工作人员。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去，好可爱，我们坐在这里。你们要盯长眼错臂。哇，这红豆好像头有点痛。Allen 下去啊！哇，你很厉害耶！哇，来，我们看哪一位学员会让我们失望呢？呀，第二位。好嘞，慢，到底呢？说会让我们失望呢？为了感到骄傲，我帮你加油。好，我觉得我要准备啊。这是三位学员，好像有，真的假的？哈，我不可以拍啊，拜拜。苏珊的加油哦，团下。啊，好，来，其实没有很高啊，很好。对呀，对呀。哇，苏珊很好。很好，对，跌倒是会长大的。大家。到我一个人坐着这个车上了，我们刚刚已经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先要再上来多一次。你们没有发现我的嘴巴很奇怪？因为哦，我上下嘴唇哦，好像碰不到这样子的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们，蔡长勇在我后面。你们看晚上没有人了，剩下我们吧。现在还有飘这种小小的雪，然后现在是负四度，很冷很冷。现在比。中午了，现在有微风，我们滑完雪了，现在差不多吃个晚餐，然后去下一间民宿。各位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天气，很可怕。哇，整个大暴风雪，可怕哦。我们现在吃晚餐呢，我们吃这家。你有剩给钱吗？不是，他刚刚讲。我们吃牛角。对的。这边可以吃饭了耶。这个不好吃啊，这三个有点偏心啊。去度万。耶。好像自由的，哎，快，你当然 fire， BTS 很红的 fire， 他吓到了，他刚流，这样啊，这么也抬到我，这个他的比较厉害啊，忍者火影的我，这是猪油哈，后面猪油怎么做的？怎么有这样的？三层肉。演完戏啊！大家，我录起来呀！你看，他平时就是这样的。你们可以烤快点吗？他肚子饿啊。哇，明天送来只企鹅啊，这个超级好喝，给你们看我们在日本的住宿。好，搞完了。它的格局蛮特别的，它就是来看完了耶，这样厕所，然后这有一个 hello， 然后这边是什么马桶吗？哇哦，马桶。好，没有了。今天第二天很开心，因为会滑雪了。会滑雪了，今天我们要去看企鹅哦。企鹅，早安！我今天戴了超夸张的帽子。他们讲现在外面的雪是大到没有朋友的那种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们住宿这边的附近哦，它的雪哦，来是堆高高的，那是超级无敌高。好像什么荒漠的城市这样。我今天穿的是一身蓝，这是蓝色，很冷哦。今天
的雪没有这么漂亮，今天的雪像冰块。我们昨天滑雪的雪就很漂亮。哇，昨天滑雪了过后哦，真的是全身酸痛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全身酸痛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 Dexter 的穿搭很像一个卡通？我要放这里，一模一样。哇，我们刚才雪越下越大哦。这个雪大到没有朋友，难怪今天叫我骑雪。哇，我们是面向雪走路。有那个雪的形状哎，我们现在走路去吃早餐，找午餐。哦，我们好可爱哦。给你们看我们前面的风景，超级漂亮。你不要去污染我的风景。你的风景。不要，快各位，你看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它其实像下雨一样。真的。其实是在哪一张？脸都湿了，我镜头都湿了。掉队的人类，跳一下舞啊。来跳舞过来。很 Q 哎！你们现在看荧幕应该有点水珠，因为我也不敢去冒，呀那个荧幕不好，我的蓝色衣服都要变白色的，而且那个雪是迎面而来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看前面是这样的，哇，很大雪，有点浪漫。有啊，抓鸡是你最爱的人啊，浪漫吗？想要陪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耶、yeah. ！哇，我们现在到海鲜市场了，很像很好吃哎，哇！这些蟹螃蟹，哎，你的海胆饭哦，哇，流口水啊，这也像天堂一样。5万日币，五万日币是多少？1600。我的嘴巴没有那么贵，我不敢吃。我们现在在拍这一家餐厅，哦，南北前面太挤了，走过来等一下。好彩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学会吃生食，不然这一次真的不好吃什么。我们终于进来了，很饿。他们讲这个是海鲜版的牛肉，超级肥的嘟呢，哇，真的很大片，其实我不懂大不大片啊，没有吃过，入口即化，好吃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哇，入口即化，第二片。哦，我就喜欢这个，有那个嚼劲，这应该是你喜欢的。哇，我们的动漫超丰富的。那我的是有螃蟹、有小鱼片，还有鱼粉，啊，满满的嘞！我天哪，那我很想 try 一个吃法，包紫菜，然后包一点鱼卵，包一点蟹肉，感觉可以包一片生鱼片。哦生鱼片100分。我们现在来看企鹅，我们要去的方向就是这个水族馆入口。它的企鹅是会走出来的，所以好像有分两个时间点，一个是12点，一个是2点40分，类似这样子。然后那个企鹅就会走出来，也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哇，你们看这里，超级漂亮啊，好可爱哦。Hello。他的手摆动到很可爱，这个海龟少一只手，你看啊，很可怜，少一只。鲨鱼，喵喵，啊，这个很可爱，对，果然看小动物心情就会很愉悦。啊，这个海豚很大，很近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近的，耶，出来了。感觉有很多个一节一节的，你们看这个鱼跟书生比起来好像是差不多，欸，很可爱的，很可爱的，它像会跟人家互动一样。Penguin Square， 大家会这样子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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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个四方形的，现在我们会表演给我们看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可爱？哎呀，你进去。我在排队。哎呀，你们好可爱！不会动啊！马乐要跳水啊！马乐，马乐跳水哦！来滴！看好爽哦！就，对，他在做梦。哎呦，他很享受哎！他 feel 到了，他 feel 到了，出来了！哎，工作人员出来表演。哈哈，那乌鸦偷跑。那乌鸦头发，那乌鸦是配角是不是？耶，起来了，又下去。那乌鸦越来越近啊，
他每次都要停两次。好多人排队哦，企鹅要出来了。我们面前呢是企鹅跑道哦，这个。会从这边经过。刚刚听彤彤讲，这个是季节限定哦，冬天十二月到二月才有。刚毕业快讲完出来了。有大人在看着小孩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我搞什么？你在喊的？他的屁股很好看，很可爱。企鹅在后面，很可爱。我们现在在水族馆等海豚表演。耶、yeah, ，海豚！我的相机太雾了，看拍不到东西。的住宿哇，这家住宿是我目前最喜欢的，因为我最喜欢那种大家一起住啊，一起吃饭啊，一起怎样聊天的。它是有两种房型，一种是这种榻榻米，看我们睡的就是我跟昌勇了，还有一种是有床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客厅是在楼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客厅。不要，What？是哇，要快速，因为如果要速度的话，我要看这个。这个就是那种泡澡式的，你知道吗？搓背那种澡堂。对，哇，到底谁会动澡呢？我呢？会啊。你也会啊？对啊。我是不会的，我会坐这等次，我给你们精神打气。那你洗哦。可以啊。全部人在忙东忙西，就你一个在那边玩。没有，我明天要拍业配，我要做雪人。你明天才做啦，他下雪了，你也是没有雪人的，你白痴哦。他下了雪，一堆这边全部没有了。谁？那给大家看，我们家对面哦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比我还要高的雪墙。哦，哇，很绵呢。上面的很绵。哇，我很喜欢呢。下雪，哇。下雪，你要下雪啊？来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太大个，我不要。不是这样子的啦，是这样子的，这种绵绵的，就这样。嗯，好了，我要进去，很冷，很冷。我没有。记得要打死我是吗？哇，
因为堆雪这么累的。哦，鸡啊啊，进我身体了，进我身体了，看我背后啊！我们是不是有辣妹厨师啊？辣妹辣死了，加这个就不用加辣椒。你嘞，你不可以说。就好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你看你，苏珍，你看你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他俩一样大，不要他，好吧呢 ，You are dead， 你兔老也是一样。什么？我只说出大家不敢说出的话而已。我们怎么可能敢说呢？你跟彤彤是一样的，你们可以不用脱了。我有，OK， 不要这样。嗯，拍呀拍呀。你们觉得他有吗？恐怕没有。所以没有，没有吗？你怎么笑？你怎么笑？怎么可能没有？是女人就会有，对不对？每个都有。对对对。笑像大只的，我跟你讲，小心哦。找到我唯一不错的，拿东西去吃。OK，我要吃牛的，我要吃牛的，这样子好幸福呀，好呀。他们拍 vlog 是要有一点效果的。我喝两杯。Next， 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嗯，我自己来。好喝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心了。好喝。来，自己来。我们明年要去哪里呢？回来日本吃大东。我们明年。嗯，我们明年去哪里呢？我喝了。你他喝了。看着我，大家，生日快乐！加一个，我第一
去说字哦，两个。因为我们只是去三分钟的路途，他们两个就坐在后面，很搞笑。我们来到租装备的地方了，然后这家据说是非常厉害的，对吗？对的，这个很棒。输入好了资料呢，我们就会有这个东西。现在在租装备。我们这样子就租好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比较是工作人员给我们衣服，我们免得自己穿。我们现在租板子，我的是紫色的，我的也是红蓝色。你的好看呢。我们现在往好装备，然后看到我们的滑雪场了，你看到吗？前面就是我们的滑雪场，是有些害怕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去买票，坐那个滚多拉。这滑雪场有好多好多个牌，这边一个牌，上面一个牌，这边一个牌。Safety， 剩下我跟你了，怎么办？真的，我们只是可以跳出这路。怎么办？一定要跑起！我觉得今天会更厉害的。我们睡了一觉，我动作应该是丢掉的。啊 ，OK OK， 肌肉肌肉。Oh my god！ 我们坐上车啦，只有我一个人坐，因为我没有让太长勇一直跟着我，是因为我怕他体验感不好，因为我真的太长了。是我让他去跟比较厉害的人一起。那我现在害怕到死掉。给你们看，我今天坐的滚多拉是不一样的，比较慌了。其实我滑雪就贪图坐这个车吧，因为真的很爽。我还有 Steffi 陪着我，我们 level 暂时是一样的。我们安全下来了，可是下来了过后，我觉得太高了。好，我要消失了，因为我不可能拍东西了。Goodbye， 各位，我真的是疯了，才跟他们坐那个缆车上到第二阶段的地方。啊、哦，我都想生存。滑雪回来了，累死了。他吃晚餐就是饿，哎，不对，等下饿。爽吗？滑雪？超爽。你没有解锁体验？没有，下一次来我们要找教练。我看我们下次来日本哦，一定就只是滑雪吧，完蛋了啦，我们两个。我们现在要搜寻装备啊，我们的技术不到，装备要有，完蛋了，要花大钱了。我们现在吃晚餐了，我们终于跟这两个人会合了。你看他放话，开始放话了。是啊。明天我也会让你知道多好玩。不可能，明天你们没滑雪。啊，二十，二十。冻住牛奶锅。明星，明星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呢？明星。哈哈，我们现在去泡汤。可以看你全裸了。泡汤没有办法。看。这样我就只能给大家看我的全裸了，好吧，不要遮马赛克哦。OK OK， 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怎么我现在在这里啊？我们刚刚泡完澡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机场，因为我们会比他们更提早离开日本，因为我们隔两天会有一个 job 要去美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比他们先离开。其实我们这个 trip 哦，是一起到玩的，就是提早先走，愧疚愧疚。我们是明天七点的机，但是五六点要到机场，那边去机场大概一个小时，所以他们呢就带我们过去，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方法都不懂要怎么去机场。很好玩耶，这次的 trip 几乎就是滑雪 trip。 我们已经讲好了，我们要一年滑一次。对，我们每一年都要滑一次。跟戴森沟通是对啊，每年滑一次啊。零一年滑一次啊。滑雪 trip 我安排，剩下的你们安排。可以，太爽了。我在做旅程学会滑雪，有些事情你整个人很累，当你累了再回味一下其实很爽，很爽，回味无穷。拜谢谢两位载我们来机场，太感人了。我要看企鹅。企鹅。多亏你吃纳豆了。对，纳豆，纳豆影片请上来。哎，分两口，两口来两口。哇，两口，加油加油！我可以，要，我可以。
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那个。加油！不敢脱出来。哎呀，恶心！我不能喝水的。可以。妈妈。可以。爸。他是。全世界最难抽的一定是大刀。